在白袍下的高跟鞋里面饰演秀秀，她是一个乡下的小护士，也是一个三八可爱的单亲妈妈。陈一秀，你在干嘛？她有个女儿，然后我是没有生过小孩，所以这方面就让我有点困扰。可是当我遇到想想戏里面的女儿，她就真的很可爱，所以那个对她的那个母爱就很自然的就冒出来了。看到以晨爸爸，马上忘记他妈妈咯。制作人要求就是秀秀这角色有一个那个乡下的腔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我觉得是个台中腔，然后演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做到，然后工作人员就说你什么口音都可以做。以晨哥，那我是不是又失业了啦？是不是有点点喜欢吴医师啊？公视频道每周六晚上9点，记得要收看《白袍下的高跟鞋》哦。